就是火辣鸡爪，你们看这个贼 Q 弹，哇，看看就贼香，是不是？嗯，这粉的不得了，好吃到让我想嗦骨头。来个里面的年糕，这年糕也贼 Q 弹，这年糕好好吃，还有一点点番茄的酸味刚刚好，配上一口汤，哇，这里面我还特意加了个鸡蛋，嗯，哇，把鸡蛋蘸上汤。 就跟小时候鸡蘸酱油一样，哇，绝了，瞬间入味。再来个鸡爪，这鸡爪越吃越上头，越吃越辣，家人们，太绝了！来个饭团，这个饭团蘸上酱以后，瞬间有食欲，真的很 Q。 能吃石头的感觉，哇！来给大家尝一个我亲手捏的饭团啊！豪华螺蛳粉还有猪蹄，我来这个螺蛳粉里面加超多的料，螺蛳粉要像石榴吃，把汤和面一起吸进去，哇！可以加了炸弹。 我跟你们说，我特别喜欢加螺蛳粉，因为它里面带了这个腐竹超好吃。嗯，真的很过瘾。我还加了点芜湖鸡爪。我们再把这个猪蹄放到螺蛳粉的汤里，它是椒盐的。哇，你们看，想不想吃？ 哇，嗯，吹香吹香的这个猪蹄，嗯，太绝了，家人们。 也不错，再配上一个自己家的响铃，嗯，哇，哇，太爽了，家人们，你们一定要体验一下豪华版螺蛳粉，拜拜拜拜，爆炒年糕，今天自己在家炒了一个年糕啊。 我感觉会很辣，还好没有那么辣，给我吓的。哇，配上这个芹菜贼好吃，绝！哇，真够大的！哇，啊，确实辣。 三块牛肉，哇，好嫩！它这个年糕就是不知不觉好像就不辣起来了。啊，嗯，啊，嗯，啊，我特意准备了三瓶饮料，啊，准备解辣用，但是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辣。 把扒了的汁一口酱直接塞嘴里，瞬间上头，啊，辣冰快乐着，很好吃。这次这个酱料啊，都有自己加工了一下，然后这里面也不单只有年糕，加了白菜、芹菜还有牛肉，啊，哇，这个酱啊越往下吃越辣。现在你看，这一口年糕，哇，半口都是酱啊。
啊，有点老毛病了，但是也吃完了。新疆炒米粉的爱好者一定要试一下，因为这个是新疆炒米粉的酱炒的，里面加了韩式辣酱和新疆炒米粉的酱，你们就跟我一样一顿炒，炒完以后就嘎嘎吃，嘎嘎香。炒牛肉的剩下的肉吃到他嘴里去了。红油钵钵鸡，看这个，跑了两家店才买到了超大魔芋节。很好吃，但是我感觉这四个下肚就饱了，先尝点别的。红油大闸鸡，里边都顺进去了。看着臭豆腐滴着汤汁，这个是炖了很久的水萝卜。大家过来周末的时候来顿钵钵鸡，新疆炒米粉还有腊肠，今天这个是火鸡面味的，好久没吃炒米粉了。明天见。哇，明天见真的很吸汤汁，能不能看到它的热气？这口袋是这样的绝了，吃什么面都得这么巴拉的吃，因为汤才是精髓。哇，这口给我烫冒烟了，来点芹菜，给大家声控一下啊。来个火鸡面味的腊肠蘸新疆炒米粉的酱，哇，感觉绝了这口。这火鸡面味的一口冒汗，好辣。绝了，哇，你们看蘸完酱以后，哇，真的很纯正的火鸡面味，跟新疆炒米粉碰到的很完美。